下午好，现在时间3点多，我来到致富三大冰柱的卢九堡冰柱阿西卡瀑布。阿西卡瀑布，就是这个礼拜以来看到最多日本人的景点，因为今天礼拜六，人数比较多，还蛮壮观的。看来这次果然有差，有寒流有差，一方通行。哇，卢九堡冰柱，すごいね。有没有Sky？没有Sky啊。对，还可以再走。它是用人工洒水的方式，然后制造这种景象让大家拍，停止录影，停止录影。